两个人，第三个人还有一个放哨的，就是三个人等于一个放哨的，都抓好几万斤。哎，那网你只要下上，你也不像我这样连撬船再喊活的，你下上网你就直接提就行了，都是鱼。你下完网直接收，他们都偷摸看的，那逮的我跟你说，那基本上就打地流了，那也被抓着就打地流了。哎，他就是这种情况，但是吧，咱不干那种事是吧？你不让咱抓嘛是吧？这边你这怎么抓本事？我们这边资源还是比较好的，天热的时候我看我每天，你看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今年我没干，晚上下网呀，晚上下网，第二天那网就提不动了，他们网上。晚上偷摸抓吧，那就基本上就是4点吧，4点他们就完事了，他们就上岸了。就是晚上10点、11点的时候下网，下完网就赶快收，下完网赶快收。那收鱼的是让我去的，你知道吧？收鱼的让我去抓的，说你抓我去晚上去给你拉。我说我不去，那抓着就完了是吧？哈，冒那么大风险，犯不上。一晚上挣好几万块钱，我这一天挣个几百块钱就行，是吧？哈，这最起码老王还能和你见面，天天的你们想我的是吧？哈，那万一要抓了，是吧？哈，鱼被抓了，人也被抓了，到时候不让干，那。于禁区呢，这个，尤其那个花白鲢，那鲫鱼一个网上百十斤，一两百斤，对，咱犯不上是吧？咱不干那事，但是从这边玩就挺好，从这边，是不是大哥？哎，这鱼贩子。鱼贩子，因为头段时间他不是来收的嘛哈，那时候就是我干直播那几天，疫情还没来，就是口罩还没来，没来，这不鱼贩子正好来收的，收了两三天他就不收了嘛，不是？哎，不收了，人家去收那个去了，去收那种鱼去了，但是他那种鱼，他收的比这种鱼挣钱，那玩意你。多少就他说了算了，你得赶快走是吧？啊，哎，收了赶快走，那得胆大了，那挣钱啊。咱吧，咱就老实的是吧？啊，老实，咱就是挣个吃喝就行，干点稳当的就行是吧？是不是大哥？